我们想回去看一下外婆，希望外婆能够回去。那飞啊，想好跟你飞有冇啊？啊，十几月，希望我早点买到飞了。我是今天想打算买福建的票，然后一家四口回去嘛，因为小朋友好久没回家了，想外婆也想他了，所以带回去看一下外婆。哦，晚上我已经订了好几班不同的，但是已经。 好像没什么希望，我等了好多天了，尽快回去吧，越快越好这样子，所以今天就来了，肯定更方便的，是啊，方便好多，就是时间节省了很多，抢到票，运气好一点，希望大家都能抢到票。